现随着环境跟这个资源的紧张，我觉得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任务。希望大家所有的企业家都参与进来。Our last speaker is Maolin Wang, and if you can come forward, he's the CEO of a lot of companies in Shenzhen, and I'm actually flying to Shenzhen tonight,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He also is an expert in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manufacturing out of intelligent products. Please welcome our last speaker of the day. Speak Chinese. 尊敬的主席，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金大智能的王茂林。非常荣幸受大会的邀请。我想此时此刻大家想的不是我的演讲稿，我想大家想的是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饭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很累跟很困又很饿了。然后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金大智能是一家具有软硬件开发和平台搭建能力的科技公司。我们是一家为智能产品提供专业和一站式落地服务的公司，业务是从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到整个售后，提供整合式的服务。现在量产的产品有像一些儿童教育陪伴机器人，还有老人服务机器人、AI 眼镜，还有人脸识别的，并服务于 Panelist 还有百度、贝尔、三通科技等 AI 行业的客户。为了缩短这个演讲的这时间，我修改了两次的这个演讲稿，所以保证大家能够提早的结束，也是一个社会的责任。联合国的 SDGs 的第十二个目标是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其中该目标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创造永续的基础设施，提供节能和合适的工作，并提供更高品质的生活水平。这个目标是为了达成发展计划，减少未来社会和环境成本，并强化经济能力和减少贫困。现在来说，自然资源的消耗率在增加中，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都在持续地改善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以现在的情况来说，情况是 不乐观的，我们需要采取立即的措施来防止 进一步的恶化。以2017年来说，全世界的资源消耗已经达到了900亿吨，是900亿吨，相较于2015年的870亿吨，这个是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每个人口所使用的资源也在上升中，从1990年的每个人的 8.1 吨提升到2015年的每个人12吨。总结来说，我们必须要一个完善规划的国际政策来改善目前的一个状况。以金大智能来说，我们针对的是永续能源和产品制作的策略，大致分成三个板块。第一部分是设备，我们使用合理的产品设计，减少浪费，有效地降低能源的耗损，定期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让设备能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做好环境和排气的监控，杜绝有害气体发生排放。第二是责任，我们公司前量和供应链的关系必须符合人权法，品质保证的供应链才可以和我们合作，从而保证材料和品质的安全性。最后一部分是员工的关系，我们保证了员工在应得的利益和一个比较开心的环境上班，同时和举办一些像一些家庭日，令员工和亲属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和小孩互动。好像这个照片那里，我们每年都会举行一些六一儿童节，
把所有的家属的一些小朋友请到工厂来跟家人一起互动。这一页是关于 RBA 报告，可以给各位参考一下。 RBA 是专门在认真积极改善各项缺失且对社会与环境责任予以承诺的企业，通过此项认证可以识别和鼓励对于社会责任追求卓越的企业。 RBA 分为三个等级，白金、黄金、银级。白金需要达到200分，黄金级别要达到180分，银级需要160分。最后是京大致力打造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制造生态，让更多的智能产品真正落地，也实现快速量产上市。同时在 SDGs 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学习像美国的谷歌这种公司，现在能源方面利用智能监控以控制来调节能消耗，并且使干净的能源以再生的能源，同时也致力创造一个可持续工作环境，让工厂公司设施都能符合减少能源损耗的标准。Wow.